林云，嗯，这次表现不错啊。没大没小，叫师姐。<笑>都别臭美了，这次啊，是孟加拉和母老虎的功劳最大。是我还没说话，你们嘚瑟什么呀你们？你这大哥扮演的也不错呀。龙头，我们完成任务了，干得漂亮，我要夸奖你们。 你们成功的完成了这一次的密捕行动，天衣无缝，毫无破绽。重案组正在紧急审讯，寻找突破口，但是也不要高兴得太早。曾阿虎依然逍遥法外，你们随时待命。是。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 笑啊！他这次怎么这么激动啊？是不是因为咱们第一次成功的完成了任务啊？可这任务也太简单了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是不是咱们终于给他长了一回脸呢？你说的对，小虎队终于给他长了一次脸。自从小虎队组建以来， 咱们一直在闯祸，这次总算是完美的完成了一次任务。你们大家应该知道，他承担了太多，他本不应该承担的压力，目的都是为了我们的成长。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次了。错，还没到扬眉吐气的时候。 抓住曾阿虎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扬眉吐气。师姐说的对啊，抓住曾阿虎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扬眉吐气。王亚倩，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？不知道。 不傻，也不要以为我们就傻。既然把你抓到这儿来，就一定有抓你的原因。不要以为你们俩做的天衣无缝，你的无数破绽都在我们的关注当中，随便哪一条都足够判你坐几年牢的。要是你现在不肯说，到时候就由不得你说了，明白吗？好，你现在好好想想。 说，还是不说？找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先过来？想办法让他把曾阿虎引出来。你说曾阿虎会上当吗？那要看马小倩在他心里的位置。 短信给他，我说什么？找他要钱。我们是在帮你，你明白吗？
问他去哪做，怎么做，他从来不会告诉我的。店长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你坐牢是肯定的，坐的时间长短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你还年轻，还有机会，机会你懂吗？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错过了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早干嘛来着？把他带走。起来。还等什么呀？启动一号方案，一定要将曾阿虎申请归案。是。知道，你还在误会我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我现在一心一意，只想做个好男人、好警察，和你好好过日子。你能原谅我吗？Thank you.
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小姐，麻烦帮我查一下陈小小住在哪个房间，快！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方便透露客人的信息。警察，您稍等。王彤，嗯，真的不需要老队员了吗？我们两个还不够老吗？我是说，不需要其他的突击队员了吗？不需要，他们已经吸取了教训，我们应该相信他们。可万一……毕竟他们没有实战经验呀。这一次以后就有了。老雷，没有万一。曾阿虎一定逃不掉。怕你怕，你绕口令呢你？
我跟你说啊，要是曾阿福真来了，你离我远点。为什么呀？龙头可说了，一个小组不能分开，无论如何都要在一起了。我是怕你影响我的战术动作，到时候我还得保护你。切，就你那两下子，还保护我？嗯，我睡了，你值第一个。说睡就睡。 猪在这儿呢，还有点自知之明。猪在我面前。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斗嘴了，睡你的觉吧。切，谁还搭理你是吗？这狗东西还真会选地方啊！ 四通八达的哪儿都能跑，要不是事先知道，还真的很难掌握所有通道。他在东南亚干过武装贩毒的马帮，做过毒枭的保镖，自己又跑单帮杀过人，这经验可不是一般的丰富啊！我也不再上次让他给跑了，这次一定不让他跑，看你的了，小黑虎。放心吧，这次俺一定打对，这次一定要活的。 他从哪儿都能跑掉，他给自己准备了很多条备用路线。看来啊，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。我们就在这儿等。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从这方向走？我不知道，但如果我是他，一定会从这个方向逃。老头，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又是直觉。是的。 也许他逃不掉，半路被小虎队按住了。我希望是这样。这么多人，我看这次他往哪里逃？阿雷，我们每次都这样想，每次都让他逃了。这一次，我们一定要将他绳之于法。 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？换以前，我可能会说没有，但现在，我真不敢斩钉截铁。曾阿虎不是一般的对手，他可能会有我们想象不到的逃生办法。曾阿虎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会不会是个局啊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我和马小倩正面接触过，能感觉到他在曾阿虎心中的位置。 这是一个女人的直觉，曾阿虎不会骗她的，而且他也没有想到我们已经控制了马小倩，现场已经有猛虎突击队全面布控，他们这一次一定不会放过曾阿虎的。嗯，不能再有什么岔子了，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。是，通知猛虎突击队，每15分钟向我报告一次。明白。 盯着呢，你怎么不叫我呢？想让你多睡会儿呢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休息好了才有战斗力。哦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又不是曾阿虎。车里睡觉是真不舒服啊。那你想在哪儿睡啊？怎么着也得有个五星级酒店的豪华套房吧，那大床甭提多舒服了。我是说那酒店的大床舒服比这车里睡觉舒服多了。你给我闭嘴。你说的没错，在车里睡觉肯定没有在五星级宾馆的大床上舒服。没别的意思。我是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走的人生道路，在车里风餐露宿就是我们自己选的路。鸿飞，你别想太多，郑芝他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没想那么多，我现在想的只有曾阿虎。不会是他吧？他来了，到底是不是他？看不清，不知道。医疗组报告，有可疑人物出现，在狙击组酒店方位。我看见了。怎么又是医疗组啊？明明是排爆组。切，是我先发现的。狙击组。狙击组到位，已经锁定目标。阿明，我要的不是锁定目标，我要的是确认目标。你们的光学仪器摆着好看吗？戴着墨镜。看不清楚，阿斌。不行，我下车逼近看看。哎，你不能一个人去。对呀，不能放胆。不提心的话，根本看不清楚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那我也去。别闹了，三个人去算什么呀？你在车上做支援。随时准备开车冲过去。跳舞下车了，到底是不是他？还等什么？我们也下车。我们把门把金库关上了。藏着。
龙飞虎，你背后偷袭，闭嘴！你还算个人吗？配做人吗？ 小子，浑身阴谋诡计，说不定还会使什么花招。要你管！你！啊！这小子死了一枪！谢谢你。我说了，不要影响我的战术动作。 小孩子，我摔了一跤。啊？在哪儿？病了？没事没事。指挥中心，这里是小虎队，请马上派救护车到楚河南路。犯罪嫌疑人发布，已经被击中，快活着。还是被那个黄叔。一枪打的哥呀，好枪吗？怎么样，石头？算不到好枪吗？别闹啊！
地队员集合完毕，请就绪。稍息。是。不起。同志们，823案件已经告破，犯罪嫌疑人孙阿虎已被绳之以法，公安部、省厅、市局各个上级单位对参参队员进行了表彰、慰问和祝贺。这不仅仅是你们猛虎突击队的光荣，也是我们整个东海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光荣。尤其是新参加这次突击队的新同志，你们在这次重大的行动当中担当了主攻突击手，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曾阿虎，后生可畏啊！你们没有让支队党委失望，没有让你们的大队长龙飞虎失望，更重要的是，你们没有让自己失望。你们抱着献身于公安特警事业的理想，来到了特警支队，来到了猛虎突击队，渴望成为一名公安战线上的英雄。今天，你们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。我代表特警老队员，向你们表示由衷的祝贺。立正！注意！在你的身上流淌着老一代特警队员的血液，凝聚着老一代特警队员的灵魂，尤其是牺牲的先烈们的灵魂。训练。行动成功，你不至于激动成这样吧？我想啊，他可能不会想到会有今天的成功吧。他什么都没跟我说。他心里有个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他不想告诉我们。这个秘密
我们走吧，有一天他会告诉我们的。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以为他挺不过去，进不了我们猛虎突击队，随便去个派出所坐班就算了。他通过了，你也不肯告诉我。我还没顾得上。撒谎！是，支队长明察秋毫。你是怕我知道了，不允许他参加你的猛虎突击队，是吗？ 是，知道为什么还这么做？因为支队长见过的悲剧太多了。明明知道，为什么还让他参加了蒙古突击队？支队长，他真的非常出色，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来。你能保证他的安全吗？不，我不能保证。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？ 你让我怎么面对？你自己怎么面对？你还怎么每年站在荣誉墙前面对你的老队长？我不知道，简直胡闹！去通知他调到支队指挥中心，坐班，不许出外勤。支队长，他是不会走的。我让你命令他。 我无法下这个命令，我命令你，他是不会服从这个命令的。